是谁制造了钞票，他在世上称霸道。有人为你买儿买女，有人为你去坐牢。钱现在真难挣啊！就拿我老公来说啊，去年凑钱买了一台出租车，是白天跑夜夜跑，现在还欠人20000块钱车贷款。钱呐，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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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呀？我。啊？你咋这么早就回来了呢？你老公又回来了。不是，你这么早就回来了？早吗？你这夜班刚出去一个小时啊。早啊，那还呀？那你挣多少钱回来的？100多块钱呗。你玩的爹呀？那人那别人家跑的最起码得跑200-300的回来呀，你咋跑这么点呢？不好跑啊，媳妇儿啊。我说心里话，出车真难干。这是在咱们沈阳，你要在人外国，你从法国打车1个小时以后就到德国，你从德国打车1个小时以后到波兰，你从咱沈阳西洋大街打车1个小时以后还在西洋大街。服啊！哎，这就不错了。但你老公不止这个呀。啊？有惊喜今天给你。有惊喜？噔噔噔噔噔，车撞了。谁呼啊？我能点着呗你？这啥呀？自己猜。自己猜，我看没。哎呦我去，钱？这哪这些钱呢？啊？那你看看。老公，咱家是穷点儿，那你也不能让富婆包你啊。那我就值3万块钱呢。那钱咱不能挣。媳妇儿，我跟你说实话。这个钱是一个乘客落我车上的。乘客落你车上的？那可不咋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那你咋没撵呢？我追了，我买一张站台票，我就追火车嘛，咋追没追上。你傻呀，你喊火车干啥呀？你喊开火车的司机呀。那我也喊了，我一喊一拉别人，一喊一拉别人。我寻思你追也追了，这钱就咱的了呗，没点该着了。我跟你说，就该呀，那事儿，咱那钱那玩意儿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就捡的，还没犯法不无的那还。老公，我跟你说啊，怎的？去年你说选的车牌号，嗯，尾号3个8，嗯，888，1个8 10000，咋样？3万，真值是吧？老公啊，要这么的吧，这3万块钱咱拿出2万块钱，咱们把车贷先还了，贷款先还上。然后这10000块钱呢？这10000呢，我先把车里音响换一下子。嗨，换那玩意儿干啥呀？我音响都滋啦滋啦的嘞，人电台那小女孩说话声可好听了，搁我喇叭一放就上天房。那给你换一下吧。换一个。老公，那不光给你换，也得给我换。啊，你换啥？准备咱家电视换个大的。大的。我的化妆品要换成澳大利亚的。亚的。手机我换个平板的，对，像面板那么大的，别做事包饺子啊！我不给你闹了啊！不太好，哎，我赶紧洗了洗了，睡了，明天洗澡了啊！你去睡觉去吧。嗯，那你呢？你还掀掀钱呢？你闹！你还得掀他啊！掀完他掀我啊！哎呀，我的妈！要啊！这也太不经验了，这就捡3万块钱，这些钱，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妈，捡钱！你说那丢钱那人今晚能不能找着？哎，老公，啊，老公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啊，快点，怎的了？快点，不刷了？你先别刷了。怎的了？老公，嗯，你说丢钱那人今晚能不能找着呀？那找来能吗？这哪找去？出车那么多，找不来是吧？那能找着吗？那他要找家里咋整啊？上车走了吗？坐火车走的吗？啊，对，他坐火车走的哈。你这是一炸的，咱的钱不用钱啊。那行，那我知道了。哎，老公，你过来来。这出牙花上了，你干啥呀？那他下车能不能把咱车牌号记下来呀？不能，着急忙慌，我看他挺着急。我帮拎那箱子吗？啊，没记是不？没记。使他心不能这么细，他要那么细，他能把钱丢车上吗？
你就想太多了，媳妇儿，你不用想太多。你那没讲过这些事。哎，老公，那你撕票没有？我绑架我绑谁了？我撕票啊？不是，你撕小票呗。小票，我想想哦，我撕了。啊？我给他没要。没要啊？着急走的。哎呀，没要那就对了。这要要的话，那小票上有号。一查着那号就查着咱出租车了。那没要，没要是吧？你没要，你这媳妇那些。哎，你今天戴手套没有？戴手套，我记得你给我洗了，昨晚上我没戴。没戴啊？没戴没戴。你帮他拎箱子了？我帮拎了。完了，这回你就等着吃窝窝头吧。我跟你说，人家只要一报警，那警察一来一查他那箱子，箱子上有指纹，那一下就找着你了。不是，你咋这样？你不戴手套干啥呀？你昨晚给我洗了干啥呀？那我说这发发发，它不是发发发吗？这回你就等着派出所来抓你吧。不是抓不抓的事儿，这玩意儿你这有钱也行，这没钱，这有钱赶紧给送回去呗。那咋送啊？一会儿派出所来抓你咋整啊？你得赶紧接。谁接？你接。不是你捡的钱，你接。你赶紧接吧，媳妇，我心脏都不行，你赶紧给人认个错客人。喂，我们错了。啊，爸呀！啊，爸，你这晚打电话干啥呀？离我妈进城看病来了，看病来了。咋的？钱丢了？丢多少钱呢？20000块钱呢？那行，我有，我能没有吗？我有钱，我有钱，你过来吧。你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过来再说吧。行，你别着急吧啊！哎，你有啥？你有钱搁哪呢？咱有钱吗？咱家人，这不搁这的吗？这钱你还敢动？这人家钱，你不动咋整啊？那我妈着急看病呢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我爸来，我爸那人正直，你千万别说这是乘客落车上的。你要说他不能拿，妈来了，老姑娘，跟你说，一会儿他说搁哪丢的，你就说搁哪捡的啊。嗯。哎呀，爸，来，别着急，来，来了吧？说说，能不着急吗？20000呢，让我给弄丢了。你说我这岁数大，我这不糊涂吗？这不，你别着急，爸，你那钱丢哪了？丢哪了？火车站嘛，在火车站那丢的。哎呀，爸，你说巧不巧啊？巧不巺？我呀，爸，搁火车站捡着20000块钱、哎，是不是你的？那指定是你丢那个吧？是你把钱拿出来，是你丢那个，捡20000块钱，你看，能这么巧吗？无巧不成书吗？你搁哪丢的吧？出站口那啊，我就搁那捡的。你搁哪丢？我搁哪捡的？巧不巧？不巧。你知道？哎呦我的妈！这把我吓的，吓啥？找着了这？没事吧？妈，这20块钱丢了，我这活不了了，我真是。你妈急等着用钱呢，是没事。Hello, Moto。没找着你，没告诉妈，没事，放心吧。喂，啊，是我，啊，啥玩意儿？找着了？哎呀，哎呀，警察呀，太谢谢你了！我这刚报完多长时间，你说你就给找着了，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姑娘，我马上取去啊，马上取去，姑娘。爸丢那20000块钱呢，人警察给找着了，找着了，20块钱找着了，真的假的？找着了，那该找你不丢钱呢？找着了，找着了，太好了！你这玩意儿办事效率又快，我跟你说，找着就不。对呀、啊。说说吧，这20000块钱到底怎么回事？他爸上火呀？爸，我跟你说实话。这20块钱是人家乘客落我车上的，我追也没追上他，我寻思就自个儿就密下了。真咋的？嗯，这不是着急给我妈看病吗？你俩咋想的？啊？这钱能花吗？咱们家祖祖辈辈啊，那都是本分人，是不？撵不上，咱也得还人家。这钱不能花，对得起你俩的姓吗？啊，一个姓梁，一个姓辛。虽然音同字不同吧，那也是良心呐。
爸，那我知道错了。你说咋整吧，爸？听你的。这钱咱不能花，不能花啊！对，听爸的啊。走，上派出所。干啥呀？都知道错了，你还送我上派出所干啥呀？老姑娘啊，咱们找不着失主是吧？咱们帮派出所啊，派出所合适登报纸啊，合适上电视啊，他们能找着啊，是不？对。走，上派出所。走，爸，等会儿。这还有一万呢，咋的？这减三万，减三万呢？嗯，那就别还了。啊！爸跟你们开玩笑呢。走，上派出所。等会儿，谢幕。谢谢。